我妈学我，我妈也把衣服脱了晒了。拍完你也不发朋友圈？发给你。我妈说我拍完没发给她。给她发朋友圈呗。给你发朋友圈。我妈说啥？我说有山有水，我说就连这石头都有形。我妈创作了，有山有水，连石头都是有形的。自然美呀。对，自然美。哎，我特别爱看海，这样看起来很舒服。那正好了，那你就搁那降血糖呗。心情好，我妈说。向右转，然后向右转。向左转，再向右转。哎，他刚才向哪边转？他刚才说，这边就是金神坝，好像是台湾最重的一个金神坝，200斤呢，还是200公斤这样？他对面霸道渔船就保佑出海的人，知道吧？这个妈祖庙。爸，你看那个不像渔船，那个啥船，那个大的。啊？工业船。工业呀、啊。不像渔船哈、哦。到了，这是豆腐甲。这边是不是太平洋？在300公尺处，目的地即在您的左手边。今天气候没有那么好，要不然会更漂亮。爸，上那坐着吧，去吧。爸，上那坐着去吧。啊，坐着多好啊，走啊。我妈都到边上去了，海边去了。看他们在玩什么呢？在堆石头呢吧？哎呀，当七星潭在玩啊。之前我们来这边的话，有人在这边泛舟，哎，那叫泛舟吗？这次没有，上次来可能是假日吧。今天平日游客不多。小 Q 怕海，小 Q 不来呀、啊？来不来？回去了。他一看前面是海呀、啊，不去了。妈呀，当成那什么玩呢？七星潭呢？是吧？冷吗水宝贝？鞋冲掉了。小 Q 带我去散步。哎呀，这一片草皮很漂亮。看我妈他们在那玩呢。哎呀，这样看起来很舒服哈。天气好的时候，今天天气多少还是有点像雾吗？还是什么？要不然的话，天气好的时候海水会更蓝哈、哦。走了，停。前面好像是可以打卡。哎呀，前面有一只小狗，打卡拍照地呀、啊。我爸在那儿坐着呢，我爸在那个凉亭那边。然后我老公、我妈、我女儿在这儿。我跟 Q 在这边，我的天哪！走了，你走了，走了，又走不动了。哇，这边一走上来就感觉开阔很多，我的天哪！
它应该是跟那个什么清水断崖啊看的是同一片海了，就再往前面走。走了小 Q 啊，我都抱你一会儿了，走了走了，去前面看一眼。天哪，我要抱小 Q 了，朋友们，看就这边。哇，我不敢去那边站，我在这边看看好了。我在下边，那边那两个是什么炮楼吗？瞭望台吗？我们去看看，来这边看看，好像有那个网，人家拍在这边拍照啊，拍起来很漂亮，坐在上面拍像相框一样。但这以前是做什么用的呢？然后就这样。真的耶，你看像不像个相框？小 Q 你上去站，我给你拍照去。小 Q 不敢，来呀。哇，在这边拍照真的很美，这个角度取的很漂亮哈。哇，离得很远哈，这一下。老公要上来吗？上面很漂亮。没人理我，生哥看看我，没来，没理我，太晒了。我拿这个浴巾当帽子哈，就是那雨伞压在那些行李下边，我懒得翻。然后我老公常说一句话，就到海边，我老公能一下水不碰。然后不管我们在，就譬如说以前我们去垦丁哈，以前我们是每年都会去一次。然后去垦丁的时候，就是我老公，我们在那玩一天呢，白沙湾呢，我老公都不碰水。然后我问他，我说你为啥不玩水？我老公说，我玩水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我说在哪儿啊？在沈阳呗。你老二走不动了。哎妈，你看我妈现在的体力，看到没？这台阶她都上不来了。是不是这儿挺美的，挺开阔吧？我们一会儿在那上拍张照，我让我爸来拍照。我爸说我不去，太远，我爸也走不过来。拍到背景这边是不是很漂亮？嗯，哎，老公，我应该练练 P 图哈，以后咱们拍完就把我爸 P 进来哈。临海基点啥意思呢？挺好。这啥意思？我们现在在哪呀？啊，本岛啊，这个。啊，你看这片都太平洋了，对不对？这块。哎呀。台湾海峡。这边是台湾海峡呀，那这儿呢？这好像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海峡。这什么？不知道啥？是吗？是吗？应该啊。我女儿说是巴士海峡，是吗，朋友们？这啊，鱼搁哪呢？鱼搁水里呢呗。那鱼啊，还不是有人在这？我妈鱼搁哪呢？哎呀，给我妈在这拍几张片，这像给我妈在这拍几张照片都贼美，你这多美！哎呀，我妈说呢，人家走近了一看，这海也是蓝的。妈，天儿那个什么没有那么亮，上面好像还是有点雾，要不然更蓝，哇蓝哇蓝的。哎呀，那更蓝，更骂蓝啊！但还是多少有点雾，看着哈，没那么透亮。还行吧，没有雾。有点，你往远了看，你看那都看不清那山，看到没？我妈说啥？我说有山有水，我说就连这石头都有形。我妈创作了，有山有水，连石头都是有形的。妈，那个就是海水天然冲刷出来的，嗯，自然美呀。对，自然美。哎，我特别爱看海，这样看起来很舒服。就搁这儿待着，不吃饭怎么？那正好了，那你就搁那降血糖呗，是吧？心情好，我妈说。哎呀，这有几位弟弟在拍这个毕业照，真好。哎呀，这景真漂亮。老公，来呀。给我妈领的相框来拍来了，来妈。我妈学我，我妈也把衣服脱了，晒了。
发给你。我妈说我拍完没发给她。发朋友圈呗。给你发朋友圈。那些樱花。这感觉也挺美。这条路这样一看。我看你弄身上那个。哎呀，我们那个什么那个随身那个喷雾那个忘带了。就是喷衣服那个，下回得想带着，老公得放我包里。我的天哪。可以啊。要不然弄到衣服上就洗不好洗了。直接喷上就比较不会那个什么叼住，是不是这样讲？厉害吧？是不是有一个叫老人与海？还有鱼狗，那边还有只狗。对呀、啊，那咱家那不就是吗？哈，老同志与海，还鱼狗，看到没？